12月30日，奚梦瑶在个人社交账号晒出最新自拍照，照片中妆容精致出镜的她依旧有着小巧巴掌脸和精致尖下巴。奚梦瑶身穿白色老鼠图案 T 恤出镜，简单的 T 恤时尚感十足，妆容美艳，产后身材似乎也已恢复，白皙皮肤搭配果冻红唇，让人感觉产后恢复状态不错。非凡娱乐时。